你讲恁姊住市内，你讲恁姊住市内，是安怎我会拢不知？是安怎我会拢不知？伊天起身刷来顶落海，阿妹伊心事靠边爱。你讲我有去市内啊？你讲我有去市内？听着我的乌托邦哦，听着我的乌托邦，听到菜车撞到因翁婿，吼吼，看一个奄奄的头腮。伊是一个大裤袋啊，啊，生出亲像也无几块。刚刚接到二姐电话，嗯，真的、哦，啊，讲啊，你演唱会拢无讲，我讲不是二姐。退出江湖了，我哪敢再找你？你说阿门、啊，我也可以送花啊，因为我那个《百味人生》的作词是胡卢虹嘛，卢虹姐嘛。阿、啊、王卢虹姐，我今天你要不要来看？说，哎呀，我跟二姐约了要吃饭，那他们就去吃饭，然后他肯跟二姐讲，二姐就说赶快打来，因为二姐以前的演唱会我都是固定班底嘛，安尼啦。啊，我来讲，哎、啊，讲伊也。讲阿伯阿讲袂得上灰啦，我讲没关系啊，等我这个唱完有空再大家一起去叙旧啦。欸、我嘛唔敢甲卡，但系人伊都封麦啊，对不？那个飞哥我也没打，我也不敢打。为什么不敢打？没有，他会觉得说，我觉得他会不会觉得好像要利用他的感觉？也认为票房不好，要靠我来。哎、啊，宪哥也是问我说：“啊，你现在票卖怎样？”我说：“剩200多张。”伊讲：“啊，你我免去啊啦，你搁有消防旗啊，我搁去这边冲啊。”拥抱着甜蜜回忆，珍贵却都不值钱，计算着我的梦想和现实之间。该就此妥协，拥抱着难圆的梦，倔强地不做改变，尽管那胸口的苦还拼命地追，在见你之前都做不对。我跟黄琦已经认识很久了，然后一直想要找他当神秘嘉宾，但是会基于刚刚那个因素，好像要利用人家这样，家己也安尼想。其实我常常去当人家神秘嘉宾嘛，你说二姐啦，什么翁立友啦，什么杨哲，这么一大堆。说真的，我从来没有开过。价钱，我甚至还有没有拿钱。有的人可以说、啊、我包一个红包给你，啊，我们就说、哦、有时候还会说、啊、不用了这样、啊、因为前阵子那个萧煌奇有帮我写一首歌嘛，然后刚好我们两个对唱、啊、今天就想说找他一起来对唱。听你我的交情绝对都没第二句话，好康歹康加减也着来批判，世间亲像咱这马子实在无几个哦。喂，这顿马地听讲今仔日你生日啊，害我中甲心肝煞来碰一个碰一个。同样不知要讲啥话，就可去娶水某来做老公、做阿公，也顺运动嘿一巴四地。不是不是，这个今天我有跟那个主办单位，就是我们的主办单位，他有贴一个棍子，
前面突突，就是他才知道那个是正面。啊，他说那个时候，他说因为他去唱那个校园还是哪里玩，我不知道。他我有问他，他说因为四面八方的回音很大，他以为那是四面台，所以他就想说要顾虑到正面的，还有左边、右边，还有后面的。啊，他不知道后面是，哎，啊，但是那个主办单位没有注意到，来不及了。啊，但是我觉得萧煌奇他是很幽默的啦，他还出来帮那个主办单位讲话，人很好，很善良。欢迎金曲歌王萧煌奇先生。你看我无烦无恼，四界甲人起讲算笑，其实不难。袂记当初想要唱歌的愿望，我相信命运可创造，我认真打拼找出路，有时风雨会拍乱咱的脚步，感谢有朋友你照顾，袂阮像这条歌袂寂寞，一步一步未来路。来做伙唱歌，一段一段，拢是阮的青春经验。将你爱过的人做过的梦，唱予家己心疼。来做伙唱歌，一笑一声，拢是咱的青春心声。等你远后去看人生的变化，拢是感谢。青春经验，将你爱过的人做过梦，唱予家己心疼。咱做伙唱歌，一声一声，拢是咱的真情心声。等伊远后去看人生的变化，拢是感谢。只有感谢。